现在我们要传输我们想要的图片，控制矢量内容修辞，我们的图片传输，选择要拍照也行，都可以选择图片大小，我们可以选尽量小一点也行，自动压缩它也会这样的，然后完成就点这个打开吧，就打开，然后点上传关闭，然后比较提前出来，把我们的测脚板自动收回去，一应该来说我们在这，然后我们来启动。